老师，那一怎么读 ？Teacher，、你怎么都说铲子？这个呢？请坐。一怎么读 ？Sit down, please。你水喝少了吗？还 sit down, please？ 我忍你很久了，我们村老师就是这么教的，我有什么办法 ？You can, you up 我。我们那也是土味英语。这个怎么读 ？Teacher， 哦，这台灯这么牛吗？这个叫大力神灯，用手指一下就能快速识别单词。人家可是正宗的外教发音，标准的展示出正确的发音和口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都学习半个小时了，眼睛会不会受不了啊？大力神灯能根据环境光亮度和用眼时长动态调整台灯灯光，缓解长时间用眼疲劳。还有自习室功能和小伙伴一起学习，打造沉浸式学习好氛围，养成自主学习好习惯。哦，我感受到了自由的味道，我们可以做想做的事情了。你要想干嘛？哦，我发现你男人有一种神奇的力量。把音乐关掉，太吓人了。我给你们试一下。搞什么搞？你打呼了。我哪打呼了？我的乖乖，这都能来？我都没睡着，怎么打呼？这种神奇的能力就叫没睡着打呼噜。我觉得这叫睁眼说瞎话。喂，老天爷，你怎么老下雨？你好烦呢！你看河南被你下成什么样了？我最喜欢喝辣乎汤了，胡辣汤，辣乎汤。太臭了！你放屁能不能把被子盖上？我盖了呀。爸爸在吃什么呀？萝卜干。我的个妈呀！真不知道橘子是怎么睡着的。可这个小姐姐挺好看。哎，昨晚没睡好。橘子现在也大了，他一天蔬菜肉水果也没少吃，应该不用喝奶了。奶粉更好吸收啊，而且根据中国学龄儿童平衡膳食塔，像橘子这样筛的每天还要喝350克到500克的奶。我喝奶怎么？我喝奶怎么？你小时候没喝过奶吗？Stop， 当我没说。但我记得奶粉不是只到三段的吗？三岁以后不是没得喝了吗？哟，你还知道三段啊？跟师傅，还有四段。四段是针对3到6岁孩子特别调配的。我们家橘子喝的 HEAP 德国喜宝儿童奶粉就添加了高钙成分和 DHA 两种营养，双管齐下。是不是脑瓜子嗡嗡的？